我们主要是看到了，大家看到这个鱼食龙子，然后相约索哈，那可能刚刚有个人在问，那导演也没跟大家稍，他跟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但是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专门的为什么会有相约索。相约索这个机构啊，起源于明朝，是明代皇帝朱元璋所建立的民间的这种官方的最低层的管理平民百姓的机构之一啊。因为明朝是一个非常制度很完善的一个历史朝代啊。那么这个相约索是管控什么？主要是管控一种人，流民，就是乡间。因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出身啊，他呢对平民百姓是很了解，他觉得这个国家的这种兴衰啊，就是这个变动荡，起源于就是流民。没在那没了。